今天是 bank holiday， 过来家附近的中超买个菜，带大家看一看。这个是应该是英国最大的中超之一了，四合行。四合行，唐人街也有啊，唐人街四合行也是有的。汲取公道台是这么念的吧？来，推一个小车车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伦敦周边。这是 Reading 啊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商是 Reading， 家里过两天来客人，买个啥菜？这个是烧鸭，烧鸭多少钱呢？无头烧鸭，20.3 块。Sorry， 青菜还是蛮多的，姜蒜要买一点，大蒜、生姜买两个，蔬菜，大白菜这个多少钱？4磅每公斤，一包这个白菜是1磅75，相当于15块钱吧。茼蒿，大白菜，来个大白菜啊。这个是冻品，一个芦荟汁2磅2，这么贵呢？这芦荟汁有点�贵。冰红茶1磅5，绿茶1瓶水60p。辣椒，这个肯定是要来一点的。哎呦，这个辣椒不新鲜，来点。蒜苔是10磅5一公斤。看看这个豆腐，光滑豆腐1.8块。鲤鱼片，柳鱼鱼柳，急冻鱼柳，鳝鱼片，这个鳝鱼片据说是不错的，我还比较喜欢吃这个，不便宜啊，这个鳝鱼片9磅84。谁知道这多春鱼怎么做啊？还是来个多春鱼吧。排骨，这么大的排骨是 ，sorry， 猪颈肉。5磅2一公斤，我也不知道便宜，这算便宜算贵啊。小盒豆腐2磅65，这么一盒龙眼8磅钱，龙眼这么一盒啊，1磅9，这得多来点，晚上当夜宵吃是个好东西。汤圆买点，饺子也得有点，香圆5磅35。一袋，这可真不便宜啊！猪肉、韭菜，这个超市算是比较大的。Reading 这个四合行，四合行应该是荣业行、四合行这几个比较大的老牌的香港人超市，但这个面积不算大。第一次来，哎呦，蛤蟆腿、青蛙、田鸡腿18磅6，但这玩意儿得要技术，得腌。腌了才好吃，不腌了不会弄啊。猪肚、猪肉肠、猪血，这个蟹钳应该看的是不错，16磅45，这么一袋蟹钳。蟹钳可以辣椒红烧。这边全是酱料，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基本都有了，常见的吧。什么生抽、老抽、陈醋、花椒油、老干妈，看到没有？老干妈，辣三丁2磅85，2磅85合的20块人民币，25块人民币吧，不知道国内多少钱。大肠、鸭舌，鸭舌不错，来个鸭舌，看到没有？香园的小龙虾这么一大盒，7磅8，不对，香园小龙虾原味是不对哦，是19磅9啊，这么一盒，19磅9，来一大吧。这个是不管下酒也好，怎么样也好，都挺好吃的。这个叫做什么来着？对，海虾仔应该是叫做。对，这个是7磅8，7磅8一公斤。这个是调料，全部是调料，冰糖、绿茶、高级人参茶，6磅55。其实这个生意可以做。有人有兴趣做这个的，其实不应该做四合行的生意，应该亚马逊上。我看亚马逊上很多韩国人的品牌卖这个卖人参茶的。辣椒干，这么一点辣椒干2磅75，
这是不便宜的，有没有什么硬货呀？这个场地真有点小，没有啥硬货呀。这边是生活用品 ，Only seafood here, OK? All frozen seafood, right? OK. 带子9.75磅，鱿鱼桶19.15磅，田鸡腿12磅1公斤。鱿鱼不知道怎么做，清口也不知道怎么做，来一点清口吧。老板喜欢拿那个 cheese 啊、黄油啊去蒸。其实来这儿购物的一般都是当地的居民，然后偶尔有些老外过来。看，这全是方便面，看你很多，这个是越南还是泰国的？老北京挂面就没有米粉呢？哦，有，这有米粉，有濑粉。银丝米粉，哦，江西米粉，来看，看啊，有江西的看一眼啊，1.25磅一袋，10块钱一袋，基本是这个价格了。10块钱一袋，没办法，耗点口啊，怎么办？还好不耗什么贵的，便宜点米粉还是可以尝尝的。来一个豆芽吧，豆芽多少钱？芽菜90p，这么一大袋90p，90p相当于8块钱。这么一大袋啊，8块钱，再来个小辣椒，这么一点小辣椒啊，2.05磅。杀人了呀，这么贵呀。大葱来了，大葱3根葱1.1磅啊，3根葱1.1磅。Thank you。好了，关门了，下班了，收工。哎呀，收工。我再去过啊！哎呀，唔好意思啊 ，sorry。我要几个袋啊？袋要俾钱。俾钱，俾钱咯。系啊，系咩？攞箱仔就。我唔系揸车，我系打车啊。现在买袋子要给钱，但是拿箱子不用给钱，这个挺好，又环保，又帮四合减少处理垃圾的费用，这个是聪明。你看，现在用这种箱子，超市提供的箱子，你要买袋子，拿袋子还得花钱，对吧？帮四合行消灭一下它的这些盒子，挺好的。150磅，好吧，好吧。白卡索唔该。所以男人不能出来瞎买东西。随便来趟超市，150，也不知道买了啥。而且这个电子银行的出现，对人真的是一个人性的考验。大哥，快速的总结一下，因为人家6点钟下班，所以说呢，紧急的过来买个东西，15分钟150磅，也没见啥东西啊。我觉得这个湘源那个小龙虾应该是最贵的，但他们家的小龙虾味道还不错，说实话。其他我也没买啥值钱的东西啊。所以说，这个男人买东西和女人买东西不一样，女人买东西是算好的，男人买东西靠感觉。这个就是 Reading 附近的这个四合行，我觉得总体感觉还不错，虽然小一点，但是里边的东西该有的还是都有。好，这个感谢大家关注我。